就叫做星际大战，这边是好人，这边是歹人，两边在相战吼。即、喔、出电影吼，足好看吼，足济人拢冇看过吼。即出电影咧演啥？你知道？即出电影咧演讲。吼，将来吼、喔，咱人会做出一种吼、喔，叫做复制人，就是讲毋是咱真正生出来，是对实验室做出来的人吼、喔。啊，这個、呢是真正上帝创造诶一人。啊，咱人类做出来的电脑。 啊，科技嘅人，后来呢，会怎转起来教人类修正，安尼，即出电咧已经足够啊。当电脑慢慢发展的时咱人都开始咧想话，诶、欸，干有一讲哦，即、這个世间会有另外一种人类啦。哦，干有一讲哦，即、這个世间会有会有即、那、落、個、用实验室，敢若饲牛饲羊安尼，怎转饲出一批用实验室做出来的人。 哦，所以一直拢是咱人类足济人咧思考的问题。啊，即马电影足济嘛拢拍这啊、個，啥物生化人啊吼，啥物机器人啊吼，都拢做一寡即种人。所以咧，人其实足够想的，人会去想讲将来会安怎发展，咱一直想将来想将来。但是咱人咧想将来的时喏，咱都是无法度去想到一个迄种将来是无伫地球的即种将来。 虽然人安怎想呢？拢受即个世界个限制。咱咧想了地球，啊，了什么太阳系、银河系，吼、哦，咱咧想拢永远拢伫即个范围内底咧想你啊。但是圣经甲咱讲，讲其实咱认为真正诶未来已经毋是伫即个世界啊。哦，即讲互咧参考，真正朋友毋知。讲宇宙遮尔啊大，哇，那有可能将来什么上帝要去另外一个世界，无伫即嘛即个世界哦。虽然咱人诶想法拢嘛是讲。 啊！咱人将来去天顶吼，天国就是伫對,、就是、对，都是伫种远种远将远个某一个所在，迄拢完全错误。只叫圣经的教导吼、喔，咱将来真伫到底，真理就完全都是伫即、這个，毋是咱即满所看到即个世界。因为圣经内面讲，所有咱即满看到即个世界呢，拢会消灭。所以无论咱人偌聪明偌厉害，你可以去发明上面生化人、机器人，吼、喔、x 战警。 我无论发喜什物款人，都算伊真正的实现。有一日，这拢会无去啊？星星表现是呢，是讲有一日规个地球会无去，日头无去，月娘无去，太阳系无去，银河嘛无去，你知啊？所以足者人无法度理解，讲哪有可能，因为咱人的理智吼，你咧想代志的时阵呢，拢只有伫咱即个宇宙，即嘛看会到即个宇宙。 但是易圣经的观念讲，其实咱即马讲即个宇宙浩瀚无穷，讲你无穷的即个宇宙，即、這个宇宙是无限的,大的。大一阵所有即个观念哦，对圣经来讲哦，规个宇宙啊，其实只不过是亲像一个舞台尔尔。科学家发现讲哦，即、這个世界哦，宇宙唔是一个已经定型的，一个世界，唔是。 规个五洲呢，抑搁咧大，抑搁咧大，抑搁咧大，抑搁咧发展啊！所以今天来用圣经个角度吼，我一当用一个比如讲互你听啦。上帝造这个世界，造地球，造月亮，造其他遮星球吼。上帝造起物质这,個、這世界吼，迄条好亲像上帝写一个电脑个城市。啊，啊，电脑城市写了了呢，即、這个电脑个城市呢，伊就家己會去执行。 就开始折腾，所以这个世界呢，就愈来愈大，愈来愈大，愈来愈大，愈来愈大。上帝啊，无法停，伊就继续一直、一直,一直、一直发展，一直发展，一直发展落去啊。但是其实整个咱即马看到即个宇宙，也只不过是上帝电脑内底一个小小的一个部分尔，只不过是上帝电脑的小城市尔啦。也就是讲，咱即马认为讲即个是无限大，咱认为讲哦，即是足了不起的这个世界。 其实伫上帝眼中哦，伊只不过是上帝敢若亲像伫野外搭一个舞台尔，啊！你看有恐怖无？咱咧亲像你讲地球是一个舞台，其实毋是即个观念。咱咧亲像你讲地球有只头有月亮吼啊，这是一个舞台。将来咱死了后，咱是对即个舞台，跳去另外一个舞台。迄、那个舞台里底，迄、那个舞台就是星际争霸战，迄、那个舞台就是去宇宙的另外一个所在。完全的错误想法，完全想错了。 根本都毋是安尼，照圣经讲，咱即码规个看着诶世界哦，迄什物几千光光年、万年，偌大偌大,大，对上帝来讲啦，即、這个整个咱即码所住诶即个世界，咱认为你伫，我都了解世界，那你经甲我足大足大足大，大甲躯学甲毋知要哪研究啊、哦！上帝讲啊，说哦，这是我房间内底吼，一个小玩具尔，你听好无？所以咱今日就是讲哦，这個、已经足大啊啦，我甲你讲啦。 真正，神经工呾人类，敢若狗僕共款啊！咱就你讲哦，武汉大，武汉大。哎、欸，今日一只狗僕吼，到老三栋影所在，狗僕哦，一摆到三栋影所在，伊著讲，哎哟，好可怕，足恐怖、哦這个！吼，即个所在，哪会遮尔大，你对只狗僕来讲啊，对只狗僕来讲，一个地盘也要当白一工啊，对一个地盘啊，下底。 茶杯里面，爬爬爬爬爬爬到外口的时阵，哦，就一定对伊来讲叫做搬山过，你阿在听无？迄头已经搬山过，岭去啊？汝来叫一只狗只，对恁家门口一直行行行，搁爬楼梯，哦，搁爬起来跟到楼顶，你来讲套天树啦吼。对恁家的门口一只狗只开始爬爬爬，啊爬爬爬爬到恁家的阳台，你来讲套天三楼的来讲，对伊来讲，这已经是一个浩瀚的宇宙啊。 对来讲，已经讲哦，即个哪会遮尔啊大。用狗蚁的目睭看一间、看一间的透天厝的时阵，伊已经感觉讲好恐怖哦，好恐怖哦，哪会遮尔啊大。所以一、哦、我讲只狗蚁在来到三栋影的所在吼，阮只炒两百平，啊、哦，阮兜无大，啦，炒两百平尔啦，吼。迄只狗蚁在就欲遮咧烧吼，敢若当遮烧吼，我看伊烧几、哦这个月啊，吼，即个所在已经有够伊伫遮烧几个月啊。 但是实际上，即、這个所在也只不过是整个台北市的一個，而且呢，那高的所在，咱即个摄影棚对高下来讲有够大，够大。但是实际上，即、這个所在若甲规个台北市比起来，那是算虾米啦？啊若即、這个所在甲规台湾比起来，哇，他他你揣无啊，揣无啊！即、這个所在我摄影棚，若是甲。 全世界比起来，这真正是笑话，连狗虾都不如啦。这里比谁啦？但是对一只狗虾来讲，伊伫遮的时阵已经感觉足大。好，你即摆你听话呗，咱人就敢若狗虾共款，咱待伫这个地球，好像像你起来来讲，六三六样的所在，你会感觉讲？哦，那会遮尼啊大，那会遮尼啊大啦。而咱对地球看出去，咱看到外口有哇个什物。 诶，冥、欸、王星、木星、土星、火星，咱着讲发射一个人造卫星，咱去改吹，咱去改看，看顶看有啥物，咱已经艰苦到要死去哦，咱已经坐起来了，飞到要死去，飞啊足忝啊。人类的科学发展唔知偌久啊，发展较紧来去，才会当去外星探测一下。去一个火星，看有火星人无？咱甲即嘛接我都惊到遐，其实咱的卡步，只不过刚刚只下遐，对老三落影所在。 惊出去外面看内河，听好无？因为阮龙岩所在里内河，虽然人类好不容易讲哦，我们探测外太空，其实你所看到只有内河尔尔啦。啊，其实上帝的世界，上帝真正伫伊心中迄、那个规个计划，迄、那个未来的天国，迄、那个是叫做全世界啊。反正都是有够差有，有够多啦，拢袂变质啦。以咱人吼。 千万唔通想要用咱嘅理智去了解这个世界有多大，所以圣经里面讲，将来这个世界会拢终毁灭。所以好亲像你即马看到老老三姐只景，即马录影了，我听录影录了，即拢拆掉啊，拢终拆掉，拢无去啊。你会讲哈，你足可笑嘅呢？啊，都录、啊、了啊，录了,了啊，去才只要创啥？无录音啊，都拆掉啊。所以，什物叫做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著是讲，上帝讲好啊，人类到这为止啊。来，恁麦克住伫地球啊。所以毋是讲地球无路用了，当人类历史结束的时，阵，地球无路用啊，啊日头阳无路用啊，月亮嘛无路用啊，火星、土星，这个宇宙拢无路用啊。你敢听有哈、啊？是整个宇宙都没有用了。因为圣经讲，所有物质的拢总消化去啊。所以世界末日。 毋是讲啊，地球无去尔咧，哦，世界末日都是上帝讲好啊，停，我规个舞台，我拢总要拆掉去啊。所以世界末日是经过，诶，啥物？你即马所想到诶，无论偌远偌远，所有遮啥物星星啦吼，所有遮你想象，你家己想诶到一遮物件，其实是拢总无去。因为舞台都是为着要演戏嘛，搭即个镜都是为着要落老山嘛，老山都回家对无。 我都无落，我倒去啊。你老在要创啥？当然跳了了啊！当人类历史结束了，这个污丢，你一听我先讲，不是地球。我前要讲的观念就是讲，不是地球停止，是规个污丢拢无个再存在啊啦！整个污丢拢无存在去啊啦！所以这里是咱人个头脑无法度通理解，可能也足济朋友讲，我则毋相信吼。啊，当然你毋相信你的代志吼，但是我是提出圣经的讲法，就是圣经就是你讲。 规个宇宙，这是上帝为人所创造一个大环境，一个大环境。所以呢，如果人若无犯罪的时阵吼，如果人若无犯罪在在啦，我认为啦，即摆咱已经可能阮朋友吼，阮囝吼，可能即摆住伫个啥物火星啊啦，阮囝可能住伫土星啊啦，也就是讲，如果若人类无犯罪的时阵，上帝原本为咱人所准备的，一开始上帝设计迄个会不断长大的宇宙。 所以，原本上帝为人类所设计，是由咱人的当地来得不断的发展，科学一直发展，吼，基因工程一直发展，人类会有足侪足侪新的发明。啊，咱可能就有即个什物时空转换器，就即卖你可说看到小说、电影做的，迄拢有可能会变做真嘞。上帝原本的计划是安尼啊，你们尽量完，你做你去算，吼、哦，你做你去发展，但是真可惜，人类家己自我毁灭，人类犯罪。 咱之类互相伤害，所以呢，无采上帝准备甲遮尔啊大一个所在，无路用啊。哎，就敢若讲，一个人请你去兜食饭，吼，伊穿有够济料诶啦，啊，跟他亲像去食白饭安尼啦，熬水粿、熬甜的、熬咸的、熬煎的、熬炸鸡、熬熬生鱼片，哦，啊熬海产，harmonic, 啊，啊熬即、這个即、这个鱼，哦，肉。 鸡啊，牛猪吼、哦，反正拢总有落对吧啦，足济物件拢甲你准备好啊。结果呢，你漏西，<laughs> 你听有无？结果你漏西，所以啥物叫做人类犯罪？人类犯罪都是上帝原本为人类所准备的是，遮尔啊大一个宇宙。我搁强调一摆，上帝为咱准备毋是地球尔，上帝为人人类准备的是规个宇宙，整个宇宙，可惜咱人类家己错西。 哦，咱家己老衰，咱犯罪了、哦，所以变做哦，这物件哇，无在调价是不下了，我倒去再食。啊，所以无菜味嘛，所以无菜嘛，这些物件讲，我老衰我毋敢食，我食了拢找变数，无胃口，我食袂落，所以物件有准备好无？有哦，迄、那个主人物件拢准备好哦，迄是你家己无在调价哦，所以整个宇宙迄个美丽天顶的在起。 一个折射者，时间、空间折射者宇宙的变化。迄个上帝原本准备互咱人，要互咱去算诶，互咱去研究，互咱去带，互咱去,去发展。煞知影讲，咱家己人类连一个地球咱都无法度。吼、哦，所以到最后，整个宇宙讲，好吧、啊？安尼将来毁灭，是安尼毁灭，安尼无路用啊嘛！人都无用啊，我留即个宇宙要创啥？因为整个宇宙对上帝来讲，就好像是一个摄影棚，安尼念念嘛。 所以上帝嚟講，我我你唔咩啦嘛？都既然人類已經冇俾佢應啦，我話佢攞佢所以將來世界無只是整個污糟，兩種回不然後、就、咧、是，飛飛上帝為咱備辦另外一個新的哦、喔，所以哦、喔，對一個基督徒嚟講，這個世界有夠大，有夠大，有夠大啦。哦、喔，這個要緊的觀念畀我分享翻。要緊嘢講啊！看看 环境登来后三分之八哦，所以今日佮你经文讲啊，因为世间有一群人，因就是无一种因性嘅关联，因就是无咱儒家所讲即个关联，伊无感觉家己是搞遐，伊唔知影讲原来上帝计划遮尼啊大，所以呢，因的焦点呢，拢伫喺世界甲世界嘅代志啊，所以讲唔知讲即个世界基本上就是今生甲未来即个永远之间嘅一个战争。 你若是毋相信认为是遮尔啊大嘅未来，上帝创造咱是要把咱困伫伊嘅规个计划内底，毋是今日把咱困伫一个小小嘅舞台里啊？上帝是叫你参与伊嘅整个计划，上帝毋是今日把你叫你暂时安起安了，你就无去啊？所以你若有即个观念，当然你对金星嘅代志啊，你就看较足薄嘅嘛，是毋是？你对金星这嘅代志就看足轻嘅嘛？ 你著了解讲啊，即即高下，即个高下内底当明白讲世界有偌大，你袂计较眼前嘅物件啦。但是世间有诶人，伊著袂去想这啊、個，伊无明白即个真理啊。伊毋知影讲咱人其实是将来上帝要甲咱去传去一个有够大诶所在,在，咱是敢若高下咁款。你即摆伫咧伫恁兜咧哭哭西尔，将来你离开世界，上帝是甲你传去台北，甲你传去国外，上帝是甲只高下传去一个你完全无法度理解诶一个世界内底。 所以咱人个对未来有盼望嘛？你若对未来无盼望，你若无了解这个真理，你即马所有嘅关心嘅代志，你嘅眼界只有伫眼前。当然，你嘅人生就足无聊嘅嘛。哦，当然，你嘅人生也无啥物发展性嘛。啊，所以真要紧，真要紧，你要了解圣经甲咱讲嘅这个真理。圣经讲，因为有几个人，因都是只有想着这个世界，因只有想着想着今生。 所以呢，伊整个头脑咧想嘅物件拢是啥？伊整个头脑咧想嘅物件拢是我即世人要创啥、创啥、创啥。所以想来想去，想爱情哦，因为爱情已经是伫即个世间所想会较比较较有价值嘅物件，所以伊敢若想一条爱情俩、啊，有维人敢若想到趁钱，因为趁钱是伊伫即个地球，伊伫即个舞台所，所以当看到上甲有影响力嘅物件，伊就会当跟来当。 安尼娘娘，把五个人都跟他讲，我对流行，对流行，因为流行诶物件都是即嘛，即个世界大家会注意到你，诶一个方式，哦，我穿诶足流行，大家拢看我。所以你对即个物件来讲，所有即个世间所谈论即个代志，所有咱即嘛所关心即个代志，其实拢是因为咱无了解上帝整个诶计划，拢是因为咱只有关心这眼前即个代志，娘娘。所以即足可惜啦。 所以即个物件毋是无好哦，吼、哦！你讲有人讲哦，我足爱军队即摆流行嘅趋势，即其实是好啊。但是流行要家你带去倒位咧？流行是一直咧变，一直咧变。所以照你来讲，流行诶物件是应该要家你带到上帝应允迄个计划内底。流行毋是讲看即摆看眼前㖏，流行是咧看未来。哦，流行是讲咱即摆生活诚无聊，我逐工拢穿即种衫，所以我穿一梳无共款诶。 所以我突破即摆限制，即个叫做流行嘛。流行就是突破即摆限制，然后继续来往前行嘛。啊，所以当你呐开始真正了解即类物件，你参悟伫流行，毋唔、嗯、有趣味。所以你若无对永恒嘅观点，你若无对整个上帝的大计划嘅观点来看流行，你又感觉流行足空虚嘅。流行无啊过年哇，无去啊。头毛流行安尼，穿穿衫流行安尼，鞋啊流行安尼。 哇這个鬼子啊！你啊，无去啊，即个物件都无去啊啊！所以这是真可惜，这是有够可惜。因为如果你来用上帝眼光，你也当对流行内底你看到讲，咱人著是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而且这个变是不断往前进。我那个流行指向永恒啦，哦，流行的物件会帮助你看到迄个永望啦、啊。这个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物件，但是真少人有这种观点，所以这是真可惜、真可惜的代志。 所以你讲世间的一切物件，其实伊有伊个价值。上帝做代志，别乌白做。哦，世间这物件，伊拢是帮助你搁较了解上帝整个的计划。但是如果你呐无了解上帝的大计划，干那看得眼前这四项物件，啊，你都真正无猜，这是足可惜的代志啊！啊，所以咱咧必须要知样讲？要安怎样？对咱今生所关心的金钱啦、地位啦、所有这物件、流行的这物件。 对到咱今生应该关心的物件，即、这个应该关心的哦。咱但是咱关心这是帮助咱会当更较认捌永远，毋是叫咱关心即种调咧只卡咧只。一、这个人啊，你若讲我追求流行，永远拢看杂志穿衫我就穿啥，对流行，迄其实是对袂着流行。你拢对咧尻川凹嘛，你拢对咧卡生啦，你家己无家己的想法嘛。一个真正有流行趋势的人，伊是会当徛咧流行诶头前，是恁对我，毋是我对恁。 迄个是叫做流行，啊，所以你你讲台要军队这下物件哦，你你,你,你对袂对啦，啊，你上班去啦，哦，那应该骨较超越性的一个眼光，徛咧头前，哦，那应该是爱相信讲上帝为咱所陪伴的是一个永远。所以吼，今生甲永远之间应该是爱交流，爱对话，哦，所以唔忙、嗯，所有的朋友吼，你通脱离今生有限的这个限制。 卖去叫今生这世间诶这物件，怎啊甲你白掉咧？互你讲那木乃伊拢袂叮动。你应该对这短暂诶物件，一定看到永远诶物件；对短暂诶快乐，看到永远诶快乐，即、這个才是人生诶大意义。吼，好来，后一集要甲逐个做法来分享是，是虾米咧？看卖来吼，后一集呢要甲逐个做回来、就是，下面都是咱诶顺从真理。 你那一个人，完你嘞顺服心理的人，你都是属于上帝的人。后、啊、一集会给你继续收看。阿姨，两倍，两倍，哎哎呦，嗯啊哦。嗯哦 你看你敢扯一条？哎、欸，茶凉杯啊！茶杯安怎呢？我最近哦、喔、有一个困扰啦、喔。什么困扰你讲、啊？啊，我哦、啊，我暗时拢失眠，拢困未去。啊，你哦，失眠哦，你失眠正深啊你啊。哇，啊你真行寡顾啊！嗯，啊，这个寡顾干有关系？哦、喔，有哦、喔，嗯、因为人家讲失眠吼，<對>你还听下讲有一种是失眠。 困眠偏一晚，啊，这原因因为压力，啊、哦，引起，哦，啊，咱来看原因，原因就是讲，的是心理因素，比如讲我十天感冒，低低暂，<嘿>啊，所以这种失眠是、嗯、一礼拜以来，这叫做低暂的失眠。低暂<验>。诶、哎，啊，有的人可能是，可能是这个心理因素引起，唔是环境，哦、是心理因素有压力，压力啊，所以吼工作压力大，可能是失眠超过一礼拜。 但是呐，无隔一个月，迄叫做短期。短期<基>。诶，啊、有诶人两项难做伙。哦哦，阿市民已经超过一个月，迄叫做慢性。一个月以上哦、喔。啊，不叫做慢性。啊、我来讲，我跟你讲，早点背、哦那個。我就是迄叫慢性诶啦。我已经维维持一两年呢。啊，你哦。喔、哎呦，这一两年你都不知道我多痛苦诶、喔、哦,哦,哦。即落讲哦，咱这就下去。 哦哦哦哦，倒下咱就困袂去，倒了困袂去，甲讲那拢讲过去。哦，哎，嗯，即个我阿讲冇接到镜头，我阿讲讲哦，人若食老就是像你安尼。那你的没礼貌哦，什么说食老啊？那你也冇想到讲我今麦才几岁年纪？你也冇想到我只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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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好啊啊啊,啊！你哦，嗯，诶诶、欸，啊，但是哦，好了，不管你几岁，咱莫讲年龄，嗯，咱即马好来提供哦，大家朋友失眠要安怎？哦，人专家有教。吼<好>，我、哦、你讲嘿。失眠吼，嗯、你若有感觉个其他咩失眠吼，嗯，你会当暗时要睏前吼，深呼吸，哦，深呼吸,、哦深呼吸哦，啊，安尼啊，放松上，哦，啊，如果咧，那是讲咧。 真正诶，惊动失眠真严重啊！妈，我嘛是困未去哦。嗯，安尼呢，头一个人哦、喔，唔通坐咧蚊床顶看车。哦，诶，啊，坐咧蚊床顶看车哦，你著失眠啊！哦、喔，你去坐咧蚊床顶看车哦，即著怎啊？愈来越困未去。嗯，哦，啊，梦床就是困的所在，所以吼，日时吼唔通困。啊，失眠的人吼、喔，先讲吼、喔，若唔是要困，唔通飞去梦床。 啊，如果呐吼超过三十分钟，还个困袂去的时阵吼，安尼这个镜头就是这样。重。那超过三十分困袂去，吼、哦，啊，就爱去床。哎、呃，出啊，你今嘛在讲啥<說>？超超过三十分哦。我让专家定义，什么叫做失眠？就是倒了眠床顶超过三十分困袂去，就是叫做失眠。哎、欸，唔是呢，早两百啊。 我讲，我是倒喺面床顶吼，超过五分钟、啊，我就冻袂调，那我就超过三十分啦。到底是咧讲啥？算讲你的定义，失眠过我動就冻到三十分算厉害是啊，啦。哦你咧讲，我凊彩我别讲讲啦。别讲啦，咱啊讲失眠吼，咱一定爱真正爱对症下药哦。如果你啊针对你的症头解决哦，你呐身体原因，医生甲你治疗。